先生。 失礼了江姑娘，不过眼下不是说话的时候，等一下逆党就会搜来此处，还请你改改衣装，太轻之容易被怀疑。逆党？来劫狱的是逆党？ 我自己来。风吹很轻，吹落花开满一地，吹动我心。月光下你的叮咛是很动听，靠近的很小心。 世界停留在梦境。我用这个帮姑娘梳发。今夜朝廷在此定下诱捕逆党之计，眼下姑娘出去，只恐会有杀身之祸。等一会儿还请姑娘跟在我身侧，小心行事。若有冒犯，还请见谅。